这是我们设置时间表，然后室内的话它全部都在三楼，这边包括有酒吧，然后儿童游戏室、健身房、商务中心，另外还有茶水间、洗衣房、贩卖机，对，直接过去就可以了，它不用关卡。对，那下面的话，你刚刚询问的户外设施，包括这边门口的木马，那大人小朋友直接排队，不用票券，不用票券，对，免费的。要付费的是什么？付费的话是这下面这个赛车跟下方这个小火车。嗯，那个赛车的话，它是给六岁以下小朋友使用。嗯，然后一张的话，它原价200，房客优惠价100块。嗯，对，它可以坐两圈。啊，对，就是提供六岁以下小朋友。坐两次多久？就看小朋友。因为有的可能踩比较快的话，它蛮快的啦。哦，等下小小圈数。对对对，如果真的很小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凭那个遥控器来操纵。哦、嗯、对，它只要坐得稳就可以了。哦、嗯、对，那另外它对面有一个那个类似电玩室。嗯，对，就投币式的。投币式的。对。啊，最下方这个小火车是一台车，大概四个人乘坐。也是2:30到3:30。对，它是也是200块、哦，然后地点在我们大门口那边。好，对、okay ，所以这两个如果付费有喜欢的话，在柜台在那边买就可以了。OK， 是。